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是说哈，现在有一个斜面呢，它的这个仰角哈是西塔，那么这个天线西塔哈，天线西塔是等于这个是二分之一啊。好，那么他说斜面固定不动的，而且很长，那一尺点哈至斜面底端哈，向斜面哦抛射哈，这样射出去。初速与斜面的夹坏，这初速跟斜面是夹坏角。那直点落在斜面的时候，速度的方向跟斜面互相垂直，也就是这个是直角。好，那么他问哈 ，tangent phi 是等于多少？好，要问 tangent phi 等于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哈？这个哈，我现在把所有的物理量哈分解在。沿着斜面的方向，这个叫 x 啊，它跟呢与斜面呢互相垂直的方向，哦，这个叫 y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加速度哦 ，tangent theta， 这是二分之一，哦，写在这里。现在的话，我们看哈，我们把加速度给分解，哦，这是 y 方向啊，这加速度的话是 z 往下。好，这是 g 啊，哦 ，g 事实上就是 a 啦，哦，加速度。好，这我把它分解在呢，沿斜面方向的分量，它跟沿斜面方向分量，它与斜面互相垂直的分量，所以这加速度哈 ，a 是等于多少呢？哦，这 a 的话哈，这是西塔嘛，哦，啊，这90度啊。这个加这个90，这个加90，所以这个也是西塔。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加速度 a 哈，就等于多少呢 ？x 方向哈是 z sin 西塔，啊负的，哦，我定这个方向为正，这个方向负的，负的 z sin 西塔。那 y 方向的话哈，是等于那个 z cos 西塔，啊也是负的，负的 z。cosine 西塔，啊，再来看那个初速，初速等于多少？初速的话，我把它分解在 x 方向跟垂跟 y 方向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等于 v 零 cosine phi，y 方向是 v 零 sin phi。啊，初位置哈，初位置我定这里是0,0的，初位置是等于0,0。好，那我现在用等加速运动公式了哈。等加速运动公式的话 ，x 方向哈，末速等于零，哦，因为它速度方向呢跟 x 方向互相垂直嘛，所以 x 分量呢等于零，也就末速是零了。它初速多少呢？初速是 v 零 cos phi， 哦 ，v 零 cos phi， 哦叫 v 零加 at 啊。那加速度这个。就是减掉 z sin 西塔，哦，这 a x 啊乘以 t。好，这我们看 y 方向 ，y 方向的话哈，它上去的时候的话哈，是 v 零 sin 西塔，啊下来的话也会是 v 零 sin 西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 y 方向都是同一高度的，哦，我们是这个方向是 x 方向，这个方向是 y 方向。我们看 y 方向它是同一高度，所以上去的速度跟下来的速度要一样，也就是说末速是 v 零好负的 sin 西塔，哎 sin phi 啊 sin phi 啊，因为初速是 v 零 sin phi 向上，末速的话是向下 v 零 sin phi， 等于多少？等于初速是 v 零 sin phi。啊、加 at 啊 ，a 的话是等于负 z cos 西塔，加 at，z cos 西塔 t。好，那他现在说这个 tangent 西塔是二分之一，那他问什么呢？问这个 tangent phi 了。好，那我来看看哦，那个 phi 跟西塔有什么关系？我把这个移过去，我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是，
z sin 西塔 t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v 零 cos 西塔 ，cos phi。那把这移过来，就 z cos 西塔 t 等于两倍的 v 零哈 sin phi。好，那他现在要找这个 tangent phi 嘛，我就给他除上去，除上去的话就得到什么？得到这个 cos 西塔哈，把这又约掉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两倍的，tangent phi， tangent phi。那现在 tangent 西塔是二分之一，所以 cos 西塔呢是等于二，二等于两倍的 tangent phi， 所以 tangent phi 等于一。tangent phi 等于一啊，也就 phi 事实上是45度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D。